我是大元。Hello， 我是雨山。Hello， 我是庭轩。Hello， 我是老师。恐怖片里头有除了像《鬼来电》的手机、《七夜怪谈》的电视机，还有这一次这个电影里头也有一个道具是很厉害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行李箱。没错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僵尸尬僵尸哦。不过要请这个僵尸跟僵尸出来之前呢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念一下这个咒语绕口令？谁来？老师先好。好，我先。僵尸大僵尸输了吃僵尸，吃了僵尸变僵尸，僵尸输了僵尸吃了僵尸变僵尸。掌声鼓励。大家都非常厉害。不错啊，谁还要挑战试一下吗？僵尸尬僵尸输了吃僵尸，吃了僵尸变僵尸，僵尸输了僵尸吃了僵尸变僵尸。掌声鼓励，还蛮厉害的。谁要来个加快版吗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太好了，看一下。好来。僵尸尬僵尸输了僵尸吃了僵尸变僵尸。我看错了。好。僵尸尬僵尸输了僵尸吃，那个吃字是有隐形吗？你永远念不到那个字哎，你不吃。僵尸尬僵尸输了吃僵尸，吃了僵尸变僵尸，僵尸输了僵尸吃僵尸变僵尸。好了，掌声鼓励了，马上欢迎这个僵尸出场跳恋爱元气弹，也就是 Pop You Lady 的这个歌曲的拍拍舞，掌声鼓励。形单影只的僵尸也要跳恋爱元气弹的拍拍舞，好孤单哦，很孤单的 so lonely 啊！等一下要票选哦，好，看他们表演，来僵尸请准备，嗯。僵尸跟僵尸，恭喜僵尸获胜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班班、泰国依晨。好，大家好。你好吗？我是班班。你好，掌声鼓励。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, and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e Taipei 101 building. My mom studied here in her university degree.And yeah, I wanna go visit her university also. 这一次在片中呢有一个惊恐的表情哦，就是他走在校园，忽然感觉好像后面有人要跟着他，然后他有一个惊恐的表情，也得过奥斯卡最佳的女配角，泰国奥斯卡哦。要不要带领我们的 Pop You Lady 一起来示范这个惊恐的表情呢？ OK, 干嘛笑场？一直演喜剧片的感觉哦。OK。心之愧过人家海白，浮若这妖艳，要你亲爱的。泰国影片卖座冠军。是谁以保姆装进行亮相？11月8号，我死在去年夏天。